列王记下七十四章七十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日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日子，阿玛夏登基。你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约亚丹，是耶路撒冷人。三阿玛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四节在朝坛还没有废弃，百姓仍在那里，先知受伤。过日见天就把杀他父亲的神仆杀了，却没有刺死杀王之人的儿子。在周摩士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人治，杀父也不可人父杀子，各人一回半善的出于事。切阿玛夏在人谷杀了，而当年一班要共吃了，是那改名约帖，直到今日。八那是阿玛夏才前是扎希根亚夫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十年来，我们依然相见与珍藏，叫以色列王约阿斯才前是扎希根犹大王阿玛夏。说黎巴嫩的切利才见是咋去见黎巴嫩的上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要日街也少见过，把切利践踏了。十年搭派了移动人就心光气傲，你以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压迫是此其婆要打决意同灭亡呢？十日，阿玛夏却不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哈斯来上来，他犹大的百姒妹与犹大王阿玛夏相见与争宠。十二，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避加利去了。十三，以色列王约哈斯差百姒妹擒了阿哈斯的孙。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夏出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巴人门直到国门，穷施百招。十四，要将耶和华千里而王中库库里所要的金银和丝面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回击挑皮撒玛利亚去。十五，约哈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犹大王阿玛夏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十六，约哈斯以他的诸统帅将差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盘帖里，他儿子亚罗伯安接受他作王。十七，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阿玛夏又复了十五年。十八，阿玛夏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十九，耶路撒冷有人背叛阿玛夏，他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掉。二十年中嘛，将他的尸首多在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二十日，犹大众民立阿玛夏的儿子阿撒利亚接受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二十二，阿玛夏以他列祖重帅之后，阿撒利亚受废，以拉他人故犹大又重新受立。二三，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阿玛夏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二四，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先差出离的一切罪。二五，他烧毁以色列边基之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伯海，进入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他仆人卡铁希伯人阿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二六，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心思艰苦，无论困囚的、自由的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你切也无法骗我，就说要将以色列的命从天下除灭。乃者约阿斯的儿子亚罗波安拯救他们。你把亚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用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消灭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人，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你救亚罗波安，以他的罪，以色列诸王同罪，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作王。